包括王小棣、蔡明亮、还有曲友宁等等八位导演共同成立的 Q Place 表演教室，甄选培育了20多位有潜力的新演员。最近他们结束3个月的密集课程，演出京剧作为成果验收。王小棣说，学京剧是要他们体会文化的视野跟素养，而京剧对于咬字、身段、节奏的要求蕴含了很多表演的内涵。其他导演的课程也都很特别，像是导演蔡明亮教做菜，而王明台带大家画水彩。这些有趣的课程都开启了演员们表演的新视野。画上花旦妆，巧妙诠释京剧石玉琢中做针线活的片段，有模有样的表演，很难想象在1个月前他们都是京剧的门外汉。这里是导演王小棣跟8位金钟金马导演以培养新演员为目标成立的 Q Place 表演教室，这些经过甄选的新演员用京剧演出来呈现3个月专业课程的训练成果。演员应该是一个 artist， 你不管人生的视野或者是文化上的素养，或者你自己的专业的锱铢必较，你对自己的这个对自己行当的这个眼界的高低。所以我想主要传统戏剧有两个，一个是自己文化的很多，一个京剧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不只是大家以为只是传统文化。你如果要学一段京剧，你对你身体的要求会更仔细，包括咬字，包括发音，包括出声，包括节奏，就是里面有太多戏剧的内涵。为了培养出好的演员，王小棣担任总导师，规划扎实的训练课程。我们是很希望 Q Place 这个地方用大家团结的力量，用导演们团结的力量，希望年轻的演员在这个课程中能够很踏实的学习，学习以外老师跟导演们都不断的刺激他们思考人生选择这条路，或者这个工作场域这个技艺这种修行可能会碰到的考验问题。除了东西方的表演训练之外，其他导演开出的课程也十分特别。导演蔡明亮就带领着学员从做菜中领略表演的意义。所有的创作都源自于生活，从生活来的，没有超过生活的创作，有吗？没有超过的，你画一个云，因为你看到云，对不对？你做一个雕塑，一个什么，你的想象一定来于有一个源头。那时候蔡明亮老师说，假如你不喜欢吃，你就不是创作者。对，他有这样讲过。然后其实我在上那个课的当下，我是很混乱的。我想说，到底为什么要做菜啊？就是我想了很久，可是后来才说，就是最贴近生活的事情，就是跟表演最有关的。那吃就是最基本的东西。导演王明台则在课堂上带着学员画水彩，要他们思考两个不相关的事情会撞出怎样的意外火花。水彩就是表演，我就觉得他们老师真的每一个都是他们的比喻都让我觉得说，哇，就是真的会有那种哇，怎么会想到这样子的关联，然后就太有道理了，就是水彩的颜色深浅，然后水的多少，然后造成它的浓淡，然后跟别的颜色跟颜色的冲击会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事，我们可以去想的东西太多太多太多，可以无限的延伸，然后一直去从就是水彩跟表演的一个连接。最后一个月的课程，在国光剧团的协助下，邀请了专业演员带着学员学习京剧，以呈现传统戏曲为课程画下句点。前期练功的时候还没开始学戏就觉得拉筋很痛苦，记动作很痛苦。我说对，可是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越来越理解自己身体的极限在哪里，然后朝着极限去挑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何控制你自己的身体。那这个东西可能其他的表演的训练也都会有，但我觉得京剧会是另外一种很残酷的面对自己身体的限制。其实这边的课是很启发性的，我们就是用很多很多的题材，然后就是旁敲侧击的去让你了解到表演是什么东西。像演花旦，就它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它都是一个情绪上的呈现，所以其实这跟就是一般的表演是就是一样的东西。其实京剧就是你要去揣摩那个角色的心态，然后去做出这些眼神啊，然后动作，然后那个柔软度什么的，所以这就是很奥妙的地方，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说，哎，原来京剧是就是那种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可以有很多故事可以说的。你们每个人上完这堂课甚至呈现完之后，你们不是要成为京剧演员，但是如果这一段小小的京剧的学习的旅程可以带给你对于表演的尊重，对自己表演的理解跟努力，一定可以突破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你们就学到很多宝藏。王小弟说，接下来 Q-Place 不会再招收专业的演员班，会开始结合其他导演编剧的力量，替这些新演员们创造演出的舞台，为台湾的表演注入新的能量。希望有一天他们回头看自己选择了演员这条路，觉得是丰富的，觉得是对好多人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不是说老师们，我是说这个世间的各种各形态的人生，还有每个人的努力，还有那个角色，因为其实每个角色都有它原型的，所以希望有一天他们回头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是踏实的。然后也希望我们台湾的故事会有很多可以，因为有这些精彩的台湾的孩子可以就是都被说出来。王小弟说，好演员不是靠脸蛋，也不是演过戏就是演员，而是要不断的探索自我，展现出生命的厚度跟深度。他同时也期许这些演员要踏实的走上人生的表演路。我想就是踏实，当然是希望说他们在专业上是让人很振奋的兴奋的，然后就是这个演得很棒啊等等。那另外也就是希望说他们走出去工作的时候是一个自在踏实好奇好学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不会说我在 Q Place 学到什么是我没办法说完的，因为我可以结束之后我还可以继续从这件事里继续去想，继续去想，然后我假如以后有机会演到一个角色，我还是可以从这件事情来去可能得到我这个角色需要的一些元素。